现在新进的小米小将要推荐给我们一些新货。是，我现在介绍给大家呢，是来自于这个 New Skin 的180度幻彩新生 AHA 焕肤调理的组合。那你看它是有两瓶哦，它180度，然后呢，它就是说希望你的皮肤呢在用完之后就有180度的大转变。那所以它是10%的乳酸配方哦，然后它可以改善你的老化，然后可以帮助你去角质，然后可以改善你的皱纹还有肌肤的一些状态。那它是两片的。不是两盒的组合，这种包装你知道用这个很可爱的小镊子把它拿出来比较干净一点。好，拿出来一盒，它帮我拿一下。它是湿湿的一片，然后就把它这样子弄在手上。然后就比如说你平常是要用脸的话呢，就把它这样子，然后就开始在脸上这样轻拍。只要让我试，就是你这样子轻拍，它里面的一些成分，它包括了有果酸的成分，可以帮助你皮肤代谢你的一些老废的角质啊，还有一些造成皮肤皱纹跟老化现象的一个元素，它就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弄完，因为很脏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这是它的角质吗？深层污垢，其实深层污垢在靠近。然后就这样稍微这样拍一下，然后我们等10分钟以后呢，我们就要上。你看，现在已经看得出来两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。这边是有用的，它的颜色就会比较亮一点，因为它有些深层污垢，这边是没有用的。然后重点用完之后呢，在它这个就有 step two， 那就是在10分钟之后呢，当它这个完全吸收了以后呢，我们要再用这个，也是一片一片的，对，也是一片片，就让你在使用上面非常方便。然后这个呢，就可以帮你达到一个镇定舒缓的效果。再用这样子的方式，然后也是要把它轻拍上去。那它里面所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是可以帮助你，我们刚刚说去完角质或做完这些缩小毛孔的动作以后，我们一定要做的就是镇定还有舒缓你的皮肤。这样子，然后就是一样，然后就这样子把它拍好就完成了。所以接续呢，你就可以继续做你的后续保养。那所以它这样子一组就是两盒的造型哦，就让你非常方便。然后上面有 step one 跟 step two。然后呢，建议大家就是，比如说，如果你的皮肤真的是比较油性肤质的，你可以一个礼拜用一次。那如果你的皮肤是真的比较干燥敏感型，大概是两个礼拜用一次。这样子的产品就可以达到全脸的一个去角质跟做保养的效果。